Hello，各位老师好，老 baby 们，我叫苏木子，今年32岁，身高1.75米，早上1.75米啊，然后体重70公斤，擅长的是音乐创作，唱跳。没了。还有什么？哦，英语，商务英语。展现一下我的侧颜下颌线这块，45度。好的，非常期待与各位老师的合作。 Thank you。Hello， 各位老师，接下来展示的是武术片段。片段选自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张无忌、乾坤、大挪移。谢谢各位老师。尊敬的各位老师，接下来展示的是舞蹈片段，男团舞《大貔貅》。1, 2, 3, 5, 6, 7, 8。大貔貅。大貔貅，大貔貅，大貔貅，喝白酒，喝啤酒，喝红酒，喝洋酒，兄弟姐妹在一起快乐，喝大酒。好的，谢谢各位老师。Hello， 各位老师，现在表演的是我的特长。我的特长是擅长自己给自己正骨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老师，刚才是一个小插曲啊、我真正的特长不是自己给自己正骨，而是给别人正骨。有请别人。好了，这边建议直接手术。谢谢各位老师。